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llo, 汉仔 Hi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汉仔汉仔想邀请我们到家里玩吗？门，原来是个门字啊就像是一片富有卷轴的门板可以自由的开合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之后随着时代演进，使用字体有所不同。这是门的经文，小篆、隶书。楷书、门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门也可以当成行符组字，例如门栓的栓、闪躲的闪、空间的间。谢谢汉仔，我们下次见，拜拜。